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知识，很多学员啊，这个时候都容易转，也容易掉，也容易压，特别容易去翻女士。那如何解决呢？男士找一支笔放在这两个手指头的外面，然后一定要确保我这支笔的方向始终是冲上，然后在这基础之上，用我这两个手指头卡住女士她这块骨头，这个骨头的上方卡住它，然后大拇指的肌肉推住女士和主，就是说我在跳舞的过程当中，我要始终使我的这个铅笔是朝上，我的力量就是对的，千万不能往里，也不能往外，也不能向前，也不能向后，我要确保我这支笔是始终朝的上。男士保持住了冲上，女士看这边的线条也会很好看。假如说男士这个手掉，那女士这里边肩膀也会翘起来，所以男士的左手非常重要。男士左手拉起来了以后，女士的右边线条才会好看，不然男士一掉，女士直接就塌掉了。所以这个笔啊，大家一定要记住，卡住以后去找女士推住，推住，我要始终确保我这支笔是朝上就可以。